五岁，佛陀咧讲这两句话，就是《金刚经》的26分顶端咧讲卡，那下底这边讲有，顶端这边咧讲啊，上下底这边咧讲观，安尼对啦吼、哦。所以恁要看好哦，哦，无上大咧观，观念上七条，凡夫以及四，我得即一观，有无？求诸二乘天，莫因为不足，尽修尽所见，62根本。哦，咱62根本安怎讲呢？这62根本安尼处理吼，是外道，是外道邪见，以五蕴为起见的对象，以色法甲心法，色法就是表象的色法，那心法就是咱心的物件。那因为这个62根本来底当中，因那上面呢，就是色、修、相、名、色、色，就是这个色法，看无？修、相、名、色，就是这个心法。修就是感受的物件，色就是表象形形色色。哦，这叫做呢，这叫做依色法甲心法这两个要讨论啦吼。那因为62根本来当中呢，色、修、相、名、色有无？对不对？听好哦。因为伊用着起相、无相、亦相、亦无相、非相、非无相等如是无是中心20个，啊，就是讲起的内底当中，经过这个修相明相，哦，啊无相经过修相明相，亦相亦无相叫相明相，非相非无相经过。修相明相，安尼五是多二十，多二十根本啦吼。即马来，佮依着色修相明相，啊，伊个时阵啊，伊个主题，以五蕴为相，以起五蕴以相起了有边界、无边界，亦有边界亦无边界，哦，非有边界非无边界，又有边界即非无边界呢？亦有边界，亦无边界，三非有边界，非无边界，啊，这叫做四。啊，这个五加四，五是多二十，哦。无形。所以呢，安尼重新了20根本，安尼连顶完中的都42根本了吼。再来就是讲以色修相明色定五蕴为对象，起了有起来，无起来，亦有起来，亦无起来。为有起来，又为起来，五蕴啊为对象，依着这个五色修相形色，哦，因为有起来，要对着了修相色；无起来去对色修相形色，亦有起来，无起来去对色修相色；为有起来，无起来去对色修相形色。安尼五是加了多少？行。安尼多少钱？多少钱？那60加上了色心意见，我当时也不色心意见。色心就是咱讲，因为咱就讲讲色法甲心法，色就是讲对着境，心法就是讲对心，所以一个叫做心，一个心，一个叫做境，一个叫做境。哦，迄个心法就是讲咱的心，这个心去判断的这个境，哦，啊生出来物件。啊！你一年叫做偏见，这叫偏见，偏见，这叫做62根本，62偏见，该是不是安尼吼？啊，这62偏见的内底当中，这种是无正的，拢是邪的吼。哦，有一种人入世了吼，下辈子投胎还是做人的吼。这叫做相，这叫做相啊吼，相见。所以，这拄着耶稣上好用啦吼。耶稣会当讲人死吼，啊，就安怎讲是对啦。有一天的当中，咱老阿甲咱对拄着一个耶稣有哪样物事个事啊？讲圣人伊来做旁边讲是三位，哦，你。这个相关意见，弄这个变革，弄这个相，啊，所以讲人死，另外做人吼，所以这款观念，按照这个不讲，就得不了啦吼。
啊，所以呢，你若当拄着即种人，你会当换即段甲伊讲，即段话要先甲伊讲嘛吼，应该嘛真受用嘛吼。所以呢，因为即两个有一种人就是讲啊，死去永远来做人，这叫做俗。那有一种人呢，因为认为人死了后，什么拢无啊，啊死叫做怪，叫做断肠之计。人死就是断言，后壁拢拢无去啊，咱过去。人死后壁拢做做人，这叫上计吼。有一种人讲吼，那伊这断肠之计呢，这当中呢，它生出了六十二相计。哦，那先是拄则我讲这六十，这六十是六十二相点吼，所以六祖当中六十二见本，这是真正。不过因为你要学六十二见本，这爱哪样呢？爱专门来讲这个物件，啊无因为我当中讲是一件物件是真济物件吼，可能你要买一个概念，啊一个逻辑。哦，这个这两个这两个上端是安怎来吼？所以呢？六十二相见，根本哦，啊都无离开一个相见，一个断见，伊嘛是啊离相见啊断见物件啦吼。所以金刚经这个地方呢，就叫咱用这个，就是爱咱断掉这个相见，但是你把相见断了，又生了一个断见，哦，因为如来不依不着相故，你阿弥陀佛什么三宝的吼，所以迄、那个空间又断了。你就进入一个断结，断到两无面吼。头前吼，这个空有，就是讲两边嘛吼。哦，如果你安尼讲啦吼，那生活的因缘就不必要了。咱落入了一个断灭之结，所以海了出去，又海了出去，是什么物件呢？因为咱今日去，如果咱来无正见，落入边界，来见不来对讲。就咱人死去了后，嘛无啥物因果，啊嘛无啥物着爱去修得烦恼，啊嘛无一定爱做啥物好人甲歹人，啊人死去都拢无去啊，啊他就爱做啥物件，所以你这是无正见的人啦吼，所以讲的物件，所以去讲的是清楚吼，甚至来做方便，啊做物我也清楚吼，我做事业你未使有这念头想，你未使有这念头想，你未使有念头。就是讲，头前二十六分，佛陀甲你讲，咱来依空，哦，袂使即空。后壁即句话，你袂使，哦，原在是有哪个空性。啊，若安尼头前安尼空，后壁即句话甲你讲，伊即句话空了，伊就拢做空空洞洞，就必须是断灭去，断掉，就拢做无去。但是因为今日你到27分，佛陀甲讲。是我的利木作实验，你未使有这念利欲作实验，甲利木作实验无相像啊！利欲作实验，如来归苦集上果，得阿妙陀什么三宝的心？你若有这个，你未使有这念头想。哦，啊，你有这念头，所以呢，这句话，咱来看，利木作实验。这两句话看好势啊！这两句有无些相符？所以有阵时咱看经无足认真看，都赢啦。逆木足实验，逆欲足实验，我查这两句话。好、哦，假使你有一个念头，如来归处足上报，安讲较好。逆欲足实验，你若这个念头，哦，这两句你也分不清楚。所以27分就讲逆欲。你欲作事业，你若有这个念头，如来归处足上果，哎，哦，所以正定是讲，你欲作事业，你未使有这个念头，如来有32相要得到，阿弥陀佛什么三宝，哦，是咧讲这个物件吼，所以经典一定要看详细，欲作事业，你绝对未使有这个莫作事业，哦，莫作事业，你未使有这个念头，哦。所以来讲，发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修得爱修行菩萨，就不应在佛法上断灭之见。
会入修菩萨，一定袂使讲到断灭之地。哦，你用一切皆空，会平到很空的道理，那一定的吼、哦，因为你把苗又把它落掉，造成苗流的地方，吼、哦，这个经济，因为伊有一个心地，伊会出现。是这粒种子有生机，你若用一粒迄个塑胶做的种子拢做生相，迄粒生机，迄粒就惊幼命，迄粒惊空命，迄粒无命幼命命。啊，其实迄、那个空性的重点在即个命运，空性的重点在即个命运。无即个物件，即、這个叫做死；无即个物件叫做死。因为这条经济，你都无心去物件，你都未发阿弥陀佛三宝地心，你都未发心啊！你这道理，你这佛道未发明，你心叫佛道用啊！你心叫佛道地发明啊！啊，进了地空啊，个发明就是有啊！啊，发明起来就生出作济啊！咁是啊，啊你若讲要进个空个当中呢，咱就不要说咧，处处小心好了，咱就得钱，对不对？就是空要生啊，接触啊！哦，所以这点咱一定来了解吼、哦。所以咱来讲，我可以讲吼、哦，我阿弥陀佛什么三宝地，有法不说断灭相，要讲到无上正定正觉，发无上正正觉，因为你要生妙用的，你无迄妙妙用的内底当中，你未使把一切处罚都把我死以后，人慢慢多，道理慢慢讲，啊，咱慢慢布施，慢慢布施，慢慢发心，那做咩啦？你要心魔倒去，做心魔倒去，即个方丈师咧讲话可能，那有一句话讲，修道无烦恼，哪边啊？有修无烦难成道啦，有修无烦难成道，啊，有烦难修心魔倒，有烦无修心魔倒，完了吼，所以嘛是讲空有不能闹去吼，哦，你袂使欠这一项苦逼吼。所以呢，发无上正一切皆空，袂使就阿弥陀佛会出来。哦，你若偏空意，就是说特别。那安尼就叫做豁达空。这个豁达就是咱即句话，就是伫咱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即句话。豁达空，那波音空，懵懵懂懂超然空，豁达出去，就是讲拢无一个啊，啊拢无一切拢无啊，所以讲到空空空。啊，是到尾，伊个啊，伊咧想，这淡水是一百度的烧水，我嘛无咧管一百度，我袂啉多，啊，我嘛唔敢一百度袂啉多，我拢甲试了，会烫到规规手尔袂过。这饭拢伊，我嘛无管伊会毒死袂毒死，啥着甲啉了，当作可能甲啉了会死袂。嗯。唔是讲你唔知就袂死人咧，唔是讲你唔知就袂吐掉咧，唔是讲你唔捌饮过就是无饮过咧，唔是这道理咧。所以他说，这个因缘，因缘生法，动见即空。所以哪有一句可得，阿修行的得。但是你忘了，你忘了，你现在只是一个凡夫，一个功夫家来的哈。咱进阿是一个凡夫，咱进是阿在学大乘法，咱进嘛在学法的啦。你不能跟你自谦，咱是已经升不起哈。安尼你跟你识的做阿讲哈。你只在高谈空的名哈，事实上莫讲不讲，你安尼会空啦。哦，现在你是怎空的名义啦？你变做你二取空，你就会分我二取空分我，那叫做心理断裂。这样断裂起，不是害你家己，害众生啊。所以今日咱有作证，兄弟姊妹。以真正，因为咱好好照顾起你，大家是年轻个时阵，如果对咱做八福高基数，八福高基数当中，什么白基数嘿，对，那个是含基含基数，因为下一波福分来下加，作者那边个讲起来吼，来跟咱谈谈妙不容易，所以有作者，而且我当讲的迄个。所以经过咱
论坛毁掉，那么刚刚我们定义情况，但是你要突破，他绝对跟你说。所以呢，我就以一个氨基素哈，还有白棘素，特别有时间要找过去。哦，那个韩培军嘛，啊，韩培军有一个张，有一个张师兄，伊那个是修文化，那么一起来找过去。所以，他是说你先来吧，现在你韩培军人不能，因为大陆你请到一个修文化的老师。哦，但是你要稍准，伊那个在台门。你爱请假回到你厝，这一种作用。但是他们的理论都很深奥。真像我，你今仔日清论出来，有今仔一下物件出来，咱今仔日脑筋那间别咧看物件吼。所以这点唔同用吼，这是首先要顾。所以如来讲三宗真理无变啦吼，反正有个我们这个空，这个空一个意思讲空门，意思讲有门，哦。空，空心有是从空。